旁边上看到女骑士准备要停车，看到左边有空的机车位，她下车要往里面移动，没想到后面另一辆机车闪避不及，直接撞上来，两个人都摔车滚了好几圈，其中一个人还没爬起来，先被对方一脚往背上踹，再来动作更夸张，拉扯头发，还连续朝他脸部殴打。事情就发生在台北市大安区文昌街的巷弄里面，当时被打伤的李小姐想要停车进机车格，可能太过突然，没有注意到后车，被同向的郭姓女骑士从后面追撞上，怎知除了车祸还被殴打，被打李小姐颈部、臀部、尾椎、左肩还有左肘都有受伤，长达三个月以上无法工作，碰上车祸不够冷静，动手打人的反而可能触法。